感受就係好開心同埋好感動咯，係啊，因為我次次尤其是唱感激説話千百次嘅時候，我會覺得哇，所有嘅回憶、所有嘅畫面，全部都喺個腦入邊，即係我會諗到好多好多嘢，係啊。嗯，會唔會令你諗翻起之前即係啱啱嚟到香港嘅時候嘅畫面？係，全部都有，係所有嘅畫面都喺個腦入邊，一好似到底咁樣，係不停換嗰種感覺。有邊一 part 係自己最難忘、最中意咧？有冇今晚呢個 show？ 其實我每一個環節我都好中意，因為今晚唱嘅每一隻歌，我自己都非常之中意，因為係真係千挑萬選揀咗呢一啲歌。點解我好多 fans 會問我？點解嗰隻歌你冇唱啊？然後又點解嗰隻歌你又冇唱啊？因為其實今晚唱嘅所有歌係真係經過深思熟慮嘅，係啦，全部都係好有意義嘅，所以先唱咗呢一堆歌俾大家聽。嗯。我見你咧有首歌係倔強啊，咁係咪啊？倔強。哦，倔強係。係啊係啊，咁你覺得呢首歌係咪你自己嘅浮白？呢個就係寫我自己。其實我寫完呢隻歌嘅時候，我有少少後悔。點解後悔？因為我會覺得太過於自我，但係我覺得我用咗呢個 hip hop 嘅音樂風格咧。就要做咁樣自我嘅嘢，因為 hip hop 嘅音樂風格就係想 keep it real， 咁我會覺得都 OK 嘅。但係嚟緊我覺得我嘅音樂我會唔係即咁細，可能會再大啲，可能唔係話淨講我自己嘅故事，可能會講下所有人嘅故事，大家嘅心聲咁樣咯。咁嚟緊我知道你加盟咗即係加盟咗啦，咁就想問下咧嚟緊會唔會有啲新嘅工作路向啊，或者係即係音樂嘅路向上會唔會有啲更加大嘅突破咧？我阿媽都有講一句説話啦，我就覺得即係加入咗新嘅公司啦，光明嘅音樂之路而家先正式開始，係啦，呢個係我阿媽一路講嘅嘢，就係點解我要咁樣講？因為以前嘅歌華美俾大家認識嘅歌華美，全部都係唱慘情歌嘅，係啦，所以我會想，我會想真係。而家開始做多啲唔同嘅音樂風格出嚟，做多啲唔同嘅音樂出嚟，俾大家重新認識下歌王美。原來佢可以做咁多唔同嘅嘢，可以帶即係我想做，即係我真係想做一啲真係大家諗唔到嘅音樂出嚟，係啊。咁啊，除咗知你中意唱慘情歌之外咧，我唔中意唱慘情歌。唔係你唔中意唱慘情歌啦，係我即係我見你頭先入邊都唱咗好多嘅，即係港劇嘅 OST 啦。係。咁有冇話諗住嚟緊想拍埋戲？是真的想的，因為我有拍過的了已經，但是其實後來都有很多機會可以拍劇的，因為整天呢很怪的就是我一有拍劇呢就會跟我唱歌的工作有衝突，要我二揀一、所以那時候我就揀了唱歌沒揀拍劇，但是接下來應該都會嘗試一定要去做這件事，因為其實我自己都有讀了即係戲劇班係即係專門學做戲嘅，我唔希望我真係就係咁樣讀咗好似冇得用嗰種 feel 咯，所以嚟緊都會拍嘅，係。有咩角色想試下咁樣，或者挑戰下咁樣？其實我一路想做古裝，因為好多身邊嘅朋友都話：，郭文明你真係好適合古裝，你個樣就古裝樣咁樣，所以我想試下嘅，同埋我都想試下一啲即係同自己冇咁似嘅一啲角色咯，係啊係啊。咁啊，生日點過咧？啱啱哇，其實三日我其實真係過足咗，即係成個月嘅生日噶啦。呢個月係不停咁食蛋糕，總之去到邊度都有蛋糕，去到邊度都有人同你慶祝，我會覺得自己好幸福啊！係啊，真係好幸福。有咩生日願望啊？生日願望就係、我就係講身體一定要健康，因為你有身體健康，你先可以做其他嘢。然後我真係希望我自己音樂事業可以再好、再好、再好。Thank you. 唔該曬。